狗狗被咬了个洞怎么处理最好？涂佳琪，职业兽医师。狗狗被咬需要立即送到医院进行检查，清创治疗。因为狗狗的咬合力很强，在打架咬伤的过程中出现撕拉的情况，导致伤口或者皮肤下形成一个大的空腔或者肌肉撕裂开，需要把伤口周围的毛发清理干净，并探测皮肤下伤口的大小，然后用生理盐水或者双流水冲洗，避免伤口里面因细菌感染化脓。根据医生的医嘱进行用药治疗和后续护理，一定要戴好伊丽莎白圈，防止狗狗去舔伤口，导致继发性感染。如果伤口较严重，最好用纱布包裹，每天对伤口进行清洁、消毒，更换药物，保持伤口的干燥和洁净，促进伤口早日愈合。